Hello， 我是盖伊。今天呢，三剑客战队要来挑战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强壮的一群人啊，他们可以说是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哦，让我们欢迎消防队小队长宪宗。Hello， 大家好啊，欢迎盖伊。还有波波，好，谭老师，欢迎你们到台南消防学校来参加我们消防队员的挑战。哇，太期待了！看我穿整身红就知道了。等一下，看我们的同事脱下衣服才知道谁厉害呀、啊！那我们等一下呢，就期待我们三剑客战队怎么样去体悟我们的消防战绩。那我们就移驾到场地去比赛哦。我现在来到了比赛场地，我们要挑战消防员三项。那请问建东哥，我们第一项要挑战什么？好，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后面这栋高楼。底下各位呢，要全副武装，负重40公斤左右，登高到最上面，才会结束。五层楼，40公斤，哇，惊到我腿都开始酸了，波波脸都绿了。没有，我是觉得呼吸困难。楼梯是很多人最大的敌人吧？我想。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这一关的关主。哇，消防队最嫩的小鲜肉，纪念。今年24岁，哦，3年，由他来跟各位做一个挑战。哇，关主，请多多指教。啊，不敢不敢。所以我们也要换上这套衣服。当然，不然怎么能够叫做消防战绩的领练呢？太帅了，我们现在赶快就换衣服吧。换好之后呢，先把事先调整好，然后穿弄出来。好，现在拉上来，现在先上肩。现在全上开，帅哦！他们穿衣服都有流程的，讲究非常快速，对，因为要马上赶到现场。除了快速之外，还要非常确实，能够确保进入火场的安全。好，这个肩带拉紧，又确实，这个不会卡裆，真的对，好方便活动。应该就当衣服穿就好，没有特别穿，就像小马特一样穿风衣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个衣服这么新啊？而且跟我看到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这个得来不易啊，好几年的血汗史啊，这个是我们全国首创，每一个消防员有第二套的消防衣。那是在我们市长跟局长的努力跟支持下，才有的成果。啊，那这套衣服呢，也是目前来讲几乎是顶规的消防衣，可以完整的保护进入消防员的安全。该不会是全新的吧？当然是全新的。是全新的。为了哇，三剑客战队今天特别备的，太得意了吧？全新的。先调整肩带。对，头到我头盔的一样。那高贵是吧？你知道穿这套衣服有多热吗？就很像夏天盖着厚棉被的那个热度。OK， 好，我接下来就戴戴头盔。帅吗？帅，像打火英雄吗？有，打火英雄，比原来盖伊更帅了。对，建东哥，是平常穿这样一套衣服，是有人会帮忙，还是一个人要？我们平常消防员都是自己一个人自己。那多久要穿好？最慢呢，90秒钟。你们这声音好大声啊！一直到东西啊，这边有扩音器。我经常很快到。发生什么事了？并没有。我们的警报器、救命器开始响了哈，这是我们保护我们消防员进入火场的一个救命装置。哦，三位对着镜头摆一个帅气的 pose。第一位挑战者，消防队关主姓名。盖伊怎么样？还行吗？非常还可以，但是你要不要快速度啊？盖伊累吗？腿很酸，腿酸。
最后一层。一分零二。盖伊感觉怎么样？鸟力杰二。盖伊的表现觉得怎么样？盖伊第一次着装这样子的速度是 OK 的。哦耶！真的，很恐怖。学弟们，等一下靠你们了。前三层楼 OK， 后面两层跟鬼一样。后面第四层酸酸累累的，第五层的软脚。地狱的折磨吗？对对对，最后一层有一点，但是还好，因为快到了。我觉得累的地方是喘跟大腿很酸。那波波应该可能有机会赢你哦。三剑客第二位挑战者太药师，计时开始。哇，这脚步声好大！哇，掉妆了，掉妆了。他好快哦！药师累吗？累。药师感觉怎么样？是药师，你觉得累吗？蛮喘的，主要是对心肺比较有压力。那重量部分你觉得怎么样？重量还可以，这个膝盖很单。这时候用压缩机打进去，压缩机，压缩机它会把一些水汽排除掉。哦，水汽会排除掉。它长久了之后，它哦会自己内部会有一些水分，哦，所以它会非常的干燥。你进火场背氧气瓶。不可能的，你会背个炸弹进去。哎，你刚五十五秒哎！哇，你怎么那么快？被学弟干掉哎，怎么办？哇，学长这样子输了七秒钟，光头学弟靠你了。我不能，等一下不能偷懒了。你每次都偷懒。他其实每次都很像偷懒，但其实他都很认真。哦，三剑客第三位挑战者光头王波波，计时开始。波波，成了，耶！哇，好强！五十四秒，波波感觉怎么样？很喘，很喘，想死！啊啊！好累，哦，有绝地重生的感觉。哦，我觉得我要活过来了。直接呼吸，对，外面空气真好，这空气实在太好了。耶耶，波波你第一名呢，五十四秒哎。你赢蔡，你赢蔡药师了！耶耶！我才是破关机器。欸，感觉怎么样？有氧老师很喘，可是趴完才会喘。哦，对，停下来那一刻，对，停下来那一刻刚好是极限了。如果再多一层楼，可能那一层会很痛。对，趴我都觉得还好，因为我都是定速的爬，我没有爬特别快。我看你每一层的速度都差不多。哇，你有配速把它配到均速。哇，我终于找到职业了。哦，我终于有一次我找到职业了。哇。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
第二个关卡，请问建中哥，我们第二关要挑战什么？好，第二个关卡呢，我们要做的是锤击机的操作，利用我们的锤子把我们的动物呢打到底端，就算完成。这个锤击啊，是在模拟火场的什么动作？为什么要做这个？它主要是在模拟我们在全副武装状态之下，怎么样去从事长时间的中高强度的工作？怎么去调整呼吸？怎么去调整自己的体力？这动作其实蛮吃我们的背、腰、手、肩膀跟手。对，我们刚刚下肢训练嘛。这个上肢训练哇！好，第一位挑战者建民，准备计时开始。好，哇，要把这个木头推到底啊！学长，喘一下，休息一下。哎，你们不要扰乱学长。哦，学长累了，学长累了，有了。哇，已经力竭了，这个金针要从嘴巴掉出来哦。一分钟了，一分钟了。对，我们要再帮学长加油了。学长，还有40公分，40公分，快到了，快到了。哇，这看起来非常累，两分钟哎，我跟你说，这样完了。不是，我觉得这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你知道吗？对，这看起来就是这样。因为它是长时间的高强度运动哎。哎，你来看一下我们建敏学长。哦，建敏学长。不会累。耶！这是汗还是累？有。累水，有哇，太强了，哇，辛苦。三剑客第一位挑战者，剑人盖伊，要是计时，开始。不要撑了，我这很缺氧了。Have a kick! Yeah! 这个锤子交接仪式。好啊，三剑客第二位挑战者，药师，第十，开始。真假的？它是热的，摸看看。哦，好热哦！真假的？真的。我发现敲越低越好。为什么？因为它那个跑的距离会比较多。哦。你敲太上面那个力量会分散。对，会分散。敲下面也比较好。对。三剑客第三位挑战者 ，Hammer Move。Hammer Move 究竟是不是 Hammer King 呢？预备，开始。快点！你的时间在流逝。好雷哦，这个好雷哦。再两，好，快到了！哇，1分06秒55。哇，刚才不要掉棒的话。掉锤子6秒钟，你大概1分钟。哇，1分钟。58秒，哇！你们好强哦，技巧很重要。对，技巧很重要。而且握的手会酸酸的吗？会。哦。技巧很重要，是不是很想把这拔掉？没错，技巧就是重点。来，停，受不了了。大哥，起跳，起跳，起跳。
这个队员开错了，他需要一个人救他。你一个人进战场，然后三个人来救你，这个你到底行不行？对，代表以后不可以派我进后场这个，好不好？你在外面敲锤子。没错，没错，没错，在外面敲锤子。哇，盖伊就是输在他站太后面。哦，其实站右前面又好敲，哦，这样子吗？对，力量的传导是刚好在对九十度会最有力，在这个地方是最好敲的，这个角度是最好的，就刚好，因为刚好要锤子的，它的力量已经最大的时候，哦，所以不用很用力，哦，站在这边，其实你敲不动，对，敲它不太会跑。教官是这样子吗？这个非常的精辟啊，对哦，精辟，而且要敲低一点。锤击机专项，我有用嘛？锤击机专项，但是像你没有用脑。我示范嘛，我都第一个嘛。对对的，你们 demonstrate， 对，没错。你们汲取他的经验是该做的，是你该做的好吗？对，要先做什么吊锤子？因为没有对准，你知道吗？那个老人呢，视力不好。好了，我们终于呢来到了第三关最后一个关卡，我们都已经着装完毕了，那想请问一下，建宗哥，是这一关呢？我们要挑战什么？我们要挑战的是立体救灾，详细情形我会交由我们南科分队小队长谢正宏来跟各位做解说跟介绍。关主，大家好，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哦。应该是不错。OK， 刚刚经过我们火抢的关卡之后，我们这边等一下会让你们操作我们的救助关卡。它是我们消防人员经过三个月魔鬼训练最基本的救助训练，它可以考验你的体能、技能、勇气，还有我们的精神跟默契。哇，非常重要的五个项目哎。对，你看我们第一关，等一下我们徒手上登到三楼处，这要考验我们的体能跟默契。你和一个 partner 在下面帮你们拉绳子，这就是团队的默契的展现。然后到三楼之后，我们第二关有看到那一条绳子吗？哇，好高哦！克服大家的恐惧，勇气关卡，这是从这边麻烦爬到对岸，高塔那边，那边有一个伤患，我们把它拉回来这边。第三关我们会由这边的救者把患者用消防员室扛上肩，没错，然后走下来，直接到下面，完成任务。看一下，我们可以用多快的时间把这个伤者救下。盖伊，那这三个工作项目你们要怎么去分配呢？基本上呢，这个波波最近腿练得很勤，对，所以呢，我觉得把伤患扛下来的工作就交给他。那我们两个有惧高症的人呢，但他比我严重一点，所以他往上爬。他爬上去之后，我来接力横渡过去，把伤患吊起来之后，然后他们把他拉回来。拉回来之后，波波再把伤患扛下来，这样子。那接下来就由我们消防弟兄先开始吧。计时开始。到达，耶！该消防队员一共花了几秒？1:46。三剑客战队，蔡药师计时开始。暴力流！哇，直接猛拉！哇，你都不用踩墙壁哦！哇塞！加油加油！
有时行吗？累吗？好的。哎，有时感觉怎么样？哦，真的很拉，比拔河那个难拉很多哎。哦，真的，因为比较细，因为绳子太软了。哦。它会弹，所以你的力量会被吸掉。哦，哇，把秤掉下来，该使用倒卧横渡法。好，现在要把待救援的人给装上去。不用担心，我们马上就把你救下去了。好，谢谢。哦，感觉还有对这个被救助者一个心理支持。深呼吸。好 ，OK，Go。我快速的拉。快点，快点，伤者很不舒服啊，快点救下来。救援！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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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快快快！同志同志同志！到位！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什么？什么？什么？来呀，怎么弄掉？怎么把人家给摔下来啊？那我们这样加起来几秒？我们这样1:51.63。不过这个消防员是感觉怎么样？消防员是感觉还蛮难搬的，不好搬是。刚这个，那你觉得横渡刚才的感觉怎么样？横渡，哎，我怎么一下就掉下来了？那个平衡真的很难抓。他们是用正统横渡啊，对。啊，我那是反向的那种，直接扎扎扎扎扎拉过去的。哦，比较快。如果我用正统横渡，应该我觉得我在上面要卡个5分钟，差不多。真的。转身的时候背。一往后的时候，我心凉了一半，漏了两滴尿在这裤子，这不知道谁的裤子。那建中哥的裤子乱漏。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我爬过一次，就应该是心里会克服，会好很多。嗯，不简单，厉害。哇塞，终于结束了今天一天的挑战了。我们应该是有史以来拍过数一数二累的一部影片吧。而且我刚刚有跟建中哥小聊一下，听说这样子我们下午拍的这东西只是他们其中一天训练量的大概一半而已，对不对？哦，差不多。我记得你们集训可能要几个月，两三个月，然后刚那样子只是其中一天的一半。没错，有够辛苦的，我天哪，这是不是一个可以当做减肥夏令营？哦，那这个可能我们要收学费哦。消防队减重激励与体能训练班，欢迎参加。而且我发现除了激励体能，勇气心理的那个压力其实是有的。整套装备衣服穿上去之后，好像整个人变钝了。身着服装，行动会变得非常缓慢，而且你拿了很多装备。那所以我们到现场有时候会很多民众会质疑我们动作太慢，那其实你亲身体验过就知道，穿了衣服又拿了装备之后，其实你的行动根本很难有一个比较快速的结果。你看那些装备穿着，你一开始就冲进去的话，这个可能就没力了。虽然说抢时间是很重要的一点，对。那当然我们的空气量也非常有限，调配你一整支气瓶的用量可以顺利完成，那也是一个需要经验跟训练来去的基础来的。哇塞，那这样子的话，若太紧张，一直喘大气，不就很快氧气瓶就没气了？像看各位今天也不会很紧张啊，表现得非常优秀。我们消防队非常欠缺三位这种青年才俊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多少岁数以下算青年？看该几岁以下。那几岁就是青年哦，我是排除在外的那一个，负责在外面破门的。对，你破门之后，我们冲进去救。对。我是不需要入场，你入场可能要三人再进去把你对对对对，要把我救出来，不要，千万不要浪费国家资源。没错，对对对对。好的，那今天呢，真的非常感谢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小队长跟所有弟兄们带我们体验了这个一日，应该说是半日啊，半日的消防队员训练，非常非常不简单。这再次谢谢你们大家，感谢三七哥团队。
如果大家呢想看三剑客在挑战各种项目的话，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喽，我是剑盖伊，我们下次见，拜拜。这个锤子怎么了？锤子弄坏了。盖伊，你把人家锤子打弯了。刚刚把人家那个水沟踩坏，现在又把人家锤子弄歪了。那怎么？不是，盖伊要在这边签名吗？这代表这是你造成的。我觉得是什么？人家一日破坏主要是要。